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古布奇赛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565集的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泰坦回归系列的福特基地正式的发行日期，在台湾是7月1号。那么这一次的玩具是台湾海德堡公司赞助的，所以呢，可以提早跟各位做这么样一个分享。它是目前官方推出体型最大型的变形金刚产品，和过去的猛大帅呢都一样是60公分，是目前史上体型最大的变形金刚。光是它的外盒呢就非常的具有看头，这个是官方 Deluxe 等级的玩具，在它面前显得这么样的渺小。盒子的一个正面盒会非常有魄力的一个机器人形态，以及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头领战士们，还有跟狂派之间的对战。在早期的变形金刚玩具呢，经常有这种大乱斗的这种画面出现。盒子的背面呢，则是它一个几乎是一张非常完整的说明书。首先是这个旁边这个大机器人形态下呢，它告诉你，你看这个头特别指出来一个箭头，它这个头是可以拆下的，头本身又可以变形成一个机器人，机器人的头呢可以再拆出来，这个头又可以变形成另外一个小型的托林战士。说明来讲就是简单扼要了，以及它旁边有一个著名一个所谓的基地形态下，它的一个声光触动在这个地方。还有下方呢，展示说，哎，它可以变形成一台战舰那个样子，而这个战舰形态呢，又可以跟官方这个泰坦回归系列 Leader Class 的玩具呢，做一个合体的互动。所以整个盒子的背后呢，几乎已经把产品做了一个非常简单扼要的一个说明。我们就直接切入本体，从玩具的机器人形态来和各位做一个分享。首先对比一下它这个身高，最左边的这个呢，是官方前一阵子合体战争系列的一个主打。也是泰坦级别的大力神，基本上只到他的一个肩膀都不到的一个高度。然后旁边的话呢，则是现在 Voyager Class 玩具的一个等级，到他的一个膝盖以下的一个高度。这个60公分的身高是目前官方推出的玩具里头体型最大的。现在画面里头的呢，是官方最高的两个玩具，都是60公分身高。右边呢是猛大帅，左边呢是福特基地。两个玩具的话呢，号称是同模，但实际上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改模了。我先讲一下，这个猛大帅的话呢，其实我入手非常久，但是因为它体型非常的大，我觉得非常的不怎么好录哦，所以一直的没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它的一个头部呢，我已经换上了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配件包，我也暂时的那个官方那个头呢，暂时没有空把它换上去。两个身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呢，这个福特基地的话呢，我是已经把所有的贴纸都贴上。但是蒙大帅是没有贴贴纸，所以可能会跟各位你手上的玩具相比，可能会比较素一点。当然，它身上还有一些小型的一个第三方的配件包。那我们要讲一下，首先的话，这两个玩具呢，有人说他们是同模，应该是一个改模。首先的话，我要讲一下，其实它的手的部分呢，基本上手的部分是差不多都是一样，特别是这个，手的一个下肢的这个部分，下臂这个部分基本上是完全一样，手的一个结构来讲呢，也都是完全一致的。大腿的部分呢，腿的部分呢，大部分也都一样。当然，福特的话是多了这个炮，猛大帅没有。可是蒙大帅也是有肩炮啊。这个部分呢，就是，截长补短啊，各有千秋。福特的话，这个地方多了这里。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讲的一个有趣的点在哪里呢？是其实这两个呢，当然头是不一样。福特的话，它这个头的话是会有一个变形的。两个有趣的设定是在它的一个身体的部分。其实呢，福特呢，它的一个身体的正面呢，是猛大帅的背面。你去看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地方，裆部这个地方的造型，它跟它是完全一样的，以及手臂的这个外翻的这个关节。你看猛大帅转到背后之后，就是在这一侧，跟福特基地会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人的身体呢，其实是前后做一个对调的。我们来带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细节呈现的情况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如果你不贴贴纸，会非常的可惜。美版是有附贴纸的，那不管怎么样，或许你觉得贴纸若干年以后了会掉了或怎么样，会变丑或怎么样的，但是我只能说没有贴纸它就不完美。那与其说多年以后让它贴纸翘起来或者是不粘或怎么样，至少它曾经完美过了，我会觉得说。花点时间把这个贴纸呢都给贴上去，会好看的非常的多。光是这个胸口这一带，你看就有这么多的贴纸，这一些博派标志，这个可以说是没有贴贴纸的话呢，你会错过它很多很精彩的表现。那这一带是有一点点刮漆哦，这个并不是战损处理，是我直接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就稍微有一点刮到。然后呢，它的这个本身的话呢，最大的卖点是它那个头，头的话是它所有的声光
都是靠着这个头来触动的。那正常触动是从这个地方，它的一个发光还有它的声音全部包括电池通通塞在头上这个部分。然后呢这个本身头呢在待会变形成军舰跟基地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拆解下来。那它在大机器人情况下的可动就只能左右转动，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来讲也是非常轮廓做得非常的英俊，很漂亮的一颗脑袋瓜子。然后胸口这个地方有透明件，很大量的透明件，包括它的这个部分，这个呢旧版的一个福特基地呢翻出来之后是有这个好像腰炮什么，但是这个新版的话就没有这个东西，我们再把它给扣回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很大块透明件，它呢是可以翻下来，翻下来之后呢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呢，它只能够翻出来之后呢你没有办法停在正中间，它就必须会垂下去，比较可惜，并不能够直接这样停着。然后里头的话当然你可以摆一些其他的小东西。那么呢这里呢不得不提一下了哦，这个福特基地的身上呢，包括这一次泰坦系列，它身上都会有一些这种小凸起物。那这些小凸起呢其实都是可以供你来放这一些小型的头领战士，它身上有多少个凸呢你就可以放几个。这样有没有感觉这个机器人看来就非常的巨大。那这个小机器人是谁呢？就是这个福特本体，这个头，它头变成机器人的时候的头就是它。那其实呢这颗头跟这个福特的大基地的这个本体结合的时候呢，这个小头呢是可以不需要参与里头的一个结合的，因为它本身的结合的话并不是扣它的这颗脑袋。现在看这么大一颗脑袋，如果要靠这么小的一个关节来组合，那基本上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个基本上你是可以单独拿出来玩的。当然也包括这个里头呢，这个刚里头的这个小型这个枪哦，一样的这个小型的这个头领战士呢都是可以扣在里头。它这个地方呢这里是有一个小小一个凸，然后这里面是有一个，这里刚好有一个洞，就这样可以把它扣进去，它就可以很稳的这个坐在里头。 OK 知道就可以了。我们重点还是先看一下福特的一些细节。那手臂的话呢360度旋转没有问题，以及手臂平举， OK 平举也没有问题，支撑的力度绝对是可以让你放心的，绝对不会垂下来。然后呢这个地方手肘一样可以做一个最大转，超过可以看到吗，最大已经超过，几乎已经是完全可以折到上臂跟下臂，已经是几乎就是可以碰在一起，完全是可以做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可动。二头肌一样可以转，然后呢这个手腕部呢可以转360度，然后拇指这个地方可以动，那其他的几根手指头只有末端最下面这个关节可以动，然后但是它其他几个指头呢是做出一个有弧度的一个形状。这个手腕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握力来讲的话呢只能说普通，而且其实它很难握东西，因为它本身的形状呢并不是一个可以握东西的一个圆形，其实并不是的，所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当然说到这个就皮必提到这个美版是没有大件的，但是呢有一些特惠的一些相关活动啊会有特点大件，或者是说日版还是 SDCC 版会不会有大件，就各位你就可以随时注意一下网络上面的一些情报。因为现在的话就是说我发现这个官方他们也蛮注意消费者的一些反应的状况，可能本来说我们也会突然就冒出来说有或怎么样，这很难说。然后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背面我就要提一下，背面这个地方这个也都是贴纸的一个效果，这里也是，以及这个跑道上面这个银色的这个都是贴纸才能够带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冲击，真的贴会好很多，请各位尽量的不要吝惜贴纸，既然给了就把它贴上去吧，即使若干年后它坏了，它本来也就是属于它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不贴呢，对不对？后面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直接把镜头往下面移动，我们看到它的一个腿部的造型也非常的精彩。我看一下体型真的很大的机器人啊，从来没录过这么大的，没想到这么累。好，它的一个腿部这个地方造型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零件的一个
我觉得机器人的巨大感呢，在下半部来讲的话，会显得比较明显，因为它下半部的一个刻画比上半部小很多，它的一个平整的面呢，感觉多了很多。但是超级系机器人的感觉呢，就又强化了。然后以及这个地方，这里面也都是靠着贴纸才能够有这些的一个我们效来看果。一下它的下半身，它这个炮的话呢，是可以这样伸展出来，这里有一个部件可以翻上去、翻下来，看你做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啊。那这个地方好像类似，就感觉好像是一个握柄的感觉，但是我没有想过把它给拿下来了，因为好像也不是很容易拆的样子。这个炮管就先把它给收起来。那腿部的话呢，因为它的体型很大，这个腿的话呢很重，它这个腿部的。先讲一下本身往前往后踢呢，基本上能够支撑的一个力度来讲，是颇有限的。这个腿举起来之后，基本上一定会垂下来。举另外一侧呢，举另外一侧的话呢，可能还能够撑得住。为什么它能够撑得住呢？很简单，为什么它能够撑得住？因为这边多了这个零件，真的多这一块，感觉重量就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别。然后它这个腿的话呢，这里可以看到，这边它是可以分开的。之前在猛大帅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应该是我记得是变形的时候有用到，但是福特来讲是用不到的。那再来的话呢，是这个侧踢，OK，勉强可以支撑得住，但是我只能说另外一边就很难支撑了。这一带呢可以转，可以转360度，膝盖的话呢最大也可以转到90度，没有什么问题。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麻烦点就在这里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两脚呢，因为没有接地的关节，所以呢，两腿呢在叉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情况，因为它体型很大，它这两边呢又是齿轮关节，你要么是直的，要么就是往旁边打距离开，就会非常的大，然后这一带呢就会腾空。虽然说腿部呢没有一个接地的关节，但是呢，你只要稍微的去调整一下腰部啦，或者是手臂。一些身体的一个重量，你稍微去把握一下的话，基本上呢，人物自己要能够站得稳呢，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